建立一个世外桃源鬼鬼岛，在这里会有和平还是会被铲平呢？在混沌中也想拥抱细微的希望，这就是 To Be To T 的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欢迎回到 To Be To T 的世界。这次呢，我们要回到我们暌违三天左右的家。我的家到底变了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会是被扩建成豪华大宅，还是被铲成平地呢？我们就来进去看一下咯。总之，先排队再说。哇，还要排44个人哦。总算登录了，我回到我们的鬼鬼岛，到底变得怎么样呢？稍微来看一下，哎呦，好像有点多了一些东西，好像又多了一些东西。稍微来看一下变成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这个门，还在，里面看起来还好，没有变化太多。这么一个钻石砖，哦，他想要去救家，小心里面是岩浆。OK， 房子都是木头，想烧，别这样，好，大家别烧，别烧。好，所以我们家还在，这个人借放，借放张 Q， 好哦，放哦，放哦 ，OK， 所以哦，家还在耶，太好了，家还在，蛮感动的。好，吃国旗，什么国旗？还是被打掉了？国旗？不知道国旗？哦，在里面，好多哦，好多国旗哦，也太多了吧？这怎么做出来的、啊？一大堆国旗 ，Cool， 我们家还在，要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稍微再看一下隔壁有多什么，好像多了甘蔗之前我们家好像没有甘蔗，大家有帮我盖甘蔗出来哦。我之前好像英文是不是打错了？是不是有人帮我改过啊？好像有人帮我改过，大家帮我改文法，大家都是英文小老师，我一个打太快，有一些地方打错，希望大家看得懂吗？不知道呢。好，我们家还在哦，还在哦，有人，嗨，哟，嗨嗨嗨嗨嗨，有新的玩家。哦，真的被找到了，我们这边还是会遇到哦。他也在这边生存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别人的家，也有人在这边盖家。不过他怎么瞬移？他怎么累个吗？瞬移过来，然后多了好多啊、哦，这边多了小猪砖，所以好像猪很多啊、哦。也像猪，我们上次好像在水中看到马大家好像有说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我好像看记录也有看到一只，然后不知道跑去哪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那我们这个岛呢，目前看起来怪物好像是不多的样子，都在洞里面，怪物不多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有插火把，有一只，我们周围都有插火把，所以量还好，量还好。喂，好，我们这边是可以稍微插亮一点。我们要打怪的话，应该就是去地底吧，哦，应该就是这边有，应该是往这边地底探下去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探矿。总之，我们家是还在的，然后旁边多一点农田呢。这边是小猪圈，好，这边看起来大家生存应该会生活的蛮好的，一个和平之地。只是还可以，这是我的家。他是说我的农田，然后是这个人盖的，帮我盖出农田来嘞。哦，就是他盖的，嗨，就是他盖的农田，就是他盖的农田嘞。哦 ，Roy 的农田。哇，好多胡萝卜跟小麦田 ，OK， 农田都有了，好猛哦，满满的农田，哇，帅哦帅哦，我们这也是被稍微扩建了一下，所以我们这个岛真的大家都找得到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海洋这么大的距离，大家还是找得到哦，我们真的已经是就是如果不是外挂或是什么透视的话，真的是很难到这里，真的是很远呢。啊，真的是可以到这边，还是会被发现，没有办法，躲在哪里都还是会被发现啊。所以这个钻石砖下面的箱子有什么呢？我来看一下，噔噔，哦，有一个钻石，跟一个钻石砖啊，这个我就可以收，这个我就收了。那钻石马凯哦，马凯，我还是没有马，我马凯是可以带着。好啦，钻石我就收了。我们其实也想自己去挖个矿但我现在也都是没挖到什么矿。然后这边哇，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食物，这边应该烧了很多。好，我的食物也还够。我们要奔跑，其实我现在也不怎么需要奔跑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 peace 状态。不过今天呢，我想做一点不同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我发现我们在这边呢还没有睡过觉，所有的重生点还没有记录在这边，所以我赶快这边睡个觉。我这直接睡在这个家里可以吗？会不会小危险？我直接睡在这个家里。我们睡在没什么地方好睡耶，
我们应该睡哪？这边我们是我们的仓库区，然后睡觉的地方，睡觉的地方这里好了，睡在这里好了。喂，要等晚上啊？好吧，我们现在要等一下才能睡觉了。我稍微记录一下，之后再出发吧。好啦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听说只要将画面按下来，应该就可以起床了吧？超级暗，有人在看我睡觉，小害羞。OK， 所以这样我应该有记录点了，那我就可以随便乱玩了。虽然我床放在这边看起来就超级危险吧，如果我们床要睡的话，就是可能要摆在比较隐秘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深深的地底下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做正事了。今天想要带大家去看的是地狱的基岩顶端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自己也非常的好奇。毕竟在这个地狱啊，我们那个基岩呢是有很多方法可以上去，而且上面是可以盖建筑的，所以会不会有在这种地狱的外面盖了很多东西呢？虽然我们这边有点远，这种建筑要看的话可能是要找中心一点会比较多，我不知道在这种远方会不会看得到奇怪的建筑。好的，我决定呢，在比较遥远的地方呢，盖一个地狱门，我们去地狱看一下。我们今天进去的话，应该距离是会蛮远的，离一开始的重生点应该是蛮远的。那这边地形很复杂，有雪又有沙，然后又有树，就是很复杂混乱的地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还有那个沼泽，其实我们现在缺史莱姆，就是史莱姆球。我想说，我们之后要做机关的话，史莱姆球很重要。我们这边远方盖一点地狱。才不会离我们那边离我们家太近，稍微盖远一点。好的，那这是一趟一去不回的旅行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地狱的顶端吧。来喽，这里呢，哇，还蛮高的。我们上次也说我们要去挖石英吼，我也没挖，上次忘记挖。哎呦，这边有人盖，哦，所以这里的地狱其实也都是有人的地方哎。他有盖墙上去，这有楼梯吗？哎，好多门哦，其实附近都有很多门哎。我们到这边其实都是大家来过的地方了。那总之呢，我们是往上走，已经走到基岩处了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到大桥嘞，这边已经通往这边的大桥。OK， 那我们想办法的是要到基岩的上方。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基岩的上方。我们要去的话有很多方式，一种是珍珠卡上去，或是用船或是矿车卡上去也可以。但我们要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。这里应该可以，这应该是最高处了。好，稍微来看一下，哦，到了，我们到，哎，可恶，刚刚差一点点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上面了，说下车放船，哇，放不到船，可恶。不过上面刚刚看了一下，好像没什么东西耶。这边我们要上去的话，这里可能要再垫高一格，然后船再放上面，这样我们高度应该才够。然后两艘船都准备好，好啦，那真的要一去不回吗？走吧，稍微去看一下，我真的很好奇这个顶端啊，但是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我这样子放不了船，船放不上去，不然我就只能丢珍珠了。嘿，诶，珍珠那个，珍珠丢上去的那个，让我上去啊！嘿，诶，珍珠怎么没效？珍珠无效，还有这样的哦，诶，那这个位置我们上不去，诶，可恶，不然我们要重新再找一个位置，应该说我可能先下来。我这边先下来好了，诶，我的床没办法放，有点奇怪，帮我丢珍珠出去好了。嗯，珍珠也出不去，坏掉了，我一个上不去也下不来。嗯，好奇怪的状态哦。好，我们这边尝试了一阵子啊，看来真的是没办法的样子，就是我把床放在上面，但是东西会消失，我的床会消失，感觉好像建在这个顶端上好像东西会被刷掉，这个就是伺服器可能有设置吧。毕竟我们这样跳一圈呢，都没看到任何的建筑哦，就是只有原生的蘑菇，所以可能是有额外限制吧。不然大家都跑到外面去，直接在基岩上玩，然后就可以靠基岩这边一大片，然后就直接到很远的地方。只是这样也好啊，就是也不用盖桥了。只是就没有欸，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，门也都没看到，然后要上去也是无法。哦，我刚放一个方块上去欸，然后我们同样的位置再上去，欸，还在欸，还在。哦，我好像成功在上面放上告示牌了耶。那时候来不及打字，因为我在打字的时候就会扣血。但是我的床就是放不上去，因为床要的范围比较大。哎呦，哦，
我被踢出去啦，失去连线，糟糕，是我这边玩太久吗？我只是想去地狱的顶端啊，不给进啊。好吧，这边我们只好换一个方法，就是用铁轨。铁轨的话呢，这矿车只占一格，所以应该空间利用会比较好。我们试试看吧，真的好想上去，感觉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我们来试试看矿车这样子，我们撞上去就可以到最顶端，然后到上面呢，珍珠好像会被K到，不然我再放张床，不然就放个方块什么的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，再放一次矿车，这样应该是没问题。我们就来试试看咯。喂喂喂喂，哦哦，我被挤出来了耶。喂，哎，我矿车，我铁轨放上去了。喂，然后再让我放矿车啊，我的矿车让我放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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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挤开了，我会被推开，这要一直尝试欸，要拼拼看，有点麻烦。哎，有了，放上去了，哎，但是矿车不见了。哎，我放上去了，但是矿车没了没了没了。哇，还是会被消除吗？哎哎，矿车回来了，这好像是一个机制吧，就是会让你累个消失，然后退回来。有矿车，只有那个铁轨上我放得了矿车。所以代表我的东西不见，代表我一定有放上去，只是不给做东西，就是会暂时。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我下去了，哇、哦，我刚穿墙哎、欸，现在是不是从上面掉下来会直接穿墙？我穿去哪里了？太神秘了吧，我应该是在附近。等下我们路在哪里？这里。哎，直接穿下来！我刚有一瞬间真的踏到上面去了，但是就是喂，哎有哎，我上面矿车在耶！等一下，那个是不是鸡眼不能站？我在旁边可能要，哎，矿车让我坐，让我坐上去！喂喂，又上来的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一直 K 住啊，然后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真的被卡住了。真的被卡住了啊！GG，真的要死了，哇，不能上去GG了。哎，我真的整个被卡住。哎，下来了，吓死我！我现在被卡在一个隔壁的地方，哎，卡在隔壁，然后我就是穿墙掉下来，然后我被包围住了，我被机岩包围住了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个GG了吧？我这样是不是死定了？天哪，玩坏了，真的不给人家上去哎。好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从这边脱困呢？好像有点没办法，我这个一跳跳不上去啊，我也蹲不下来，然后四周被机岩包住，然后我想放张船也不行。那珍珠，哎，珍珠会回收，你看丢出去就回收了，哪招？丢个角落，不给丢，真的不给丢。我可以放个火把。啊，这就是我最后的告示牌，我只好死在这里了。我的船放不上去，然后我的，我看看啊，好像没办法，不行。好，我的铁轨呢？我的矿车也没了啊。要是有铁还够的话，不行，我这边也没有地方放合成台。我矿车刚，如果那一台能收回来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这边放矿车上去了。但是目前这个状况呢，让我烧上去吧，会不会让我烧到 K 上去呢？有这样穿墙吗？好像有点。没有这招，好像没有这一招，上不去，那就真的只能说再见咯。反正我现在是就是本来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过来的，我们东西没有带太多重要的东西哦。那我们这次尝试看来就只能这样了，确实是有办法上去，但是你不能站在顶端的样子。但是如果我们地上有铺满方块，也许还可以站哦。好啦，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再好好的回去重新做人吧。好好的生存一下吧，不要在这边搞有的没的。那我要死回去的话，可以打指令自己死掉啦。那我们就回去吧。我这边还可以打个告示牌来纪念一下，鬼鬼为了爬上机岩，蠢死在这边出不去，世界再见。这告示牌应该不会有人看见，应该是过不来，因为它在机岩的里面。哇，这个告示牌这样近距离看好大哦。我这视角真的是非常特别，海景第一排超大，字那么大，超特别的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死回去咯，拜拜。真的很好奇地狱的基岩上到底有没有东西呢，所以我想说我们用地图档，我们这一年前的地图哦，第一年前的 2BLTS457 的地图，然后我们要去地狱，直接用创造模式跟观察者模式直接飞上去看一下。
到底一年前还有没有东西在上面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居然完全没有哦！但是有一个门诶，有一个门，大概在很远点的地方有一个门，所以确实是有人在上面盖个门诶。但这个门怎么上去的？还是只是一个计算错误，把门开到上面去了？因为附近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耶。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附近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是没错的啊，好像真的没有诶。虽然我们现在在一般地图单机下呢是可以站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啦，但是诶，这个门是不是我盖的啊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盖的，我忘记了。但是上面确实附近真的没有任何东西，所以在伺服器设定上呢，你没有办法在基岩处，没有办法在地狱的基岩上盖任何的建筑吧，所以也没办法在上面高速的移动了，非常的可惜啊。好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，OK， 可以重新再出发啦。好啦，今天我们的鬼鬼岛呢，和平的一天又过去了，我觉得它还存在就觉得非常感谢了。然后多了两个人入住，然后应该有一些其他新玩家有找到这边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好好的生存下去，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地方。总之呢，我们这次去地狱的这个意图失败了。我想说，你就跑到基岩上，那不就高速移动了吗？虽然要上去是有点困难啊，要有一些装备，要一些矿车啦或者什么东西珍珠之类的。没想到它珍珠直接封掉诶，然后它那个基岩直接封掉，就是你踩上去就会掉下去。诶，没想到有这样的限制啊，不然上面应该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。因为毕竟地狱上呢，它限制高度还是到 256， 但那个高度基岩上只有 128， 所以你在上面还有半个世界这么高可以随便乱盖，所以很可惜不能去上面看一下有什么奇怪的景观之类的。那下一次呢，我们就继续在这边好好生存一下吧。我们差不多要去挖点钻石了，我们要准备附魔啦。我现在缺了几青金石，然后我们上次这边有牛诶，牛上次不知道去哪了，因为刚刚有人说缺皮革，我想说之前明明就有牛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我们之前是在外面附近有看到牛，只是这边生了好多猪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把那个牛的刷掉。只是我们上次应该去把它养起来的才对。我们那边有人种小麦了，所以我们要养牛应该也可以。可是我们现在牛就有点找不到了，看它会不会刷出来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再刷出来啦。不然我们大陆这边还有一段距离可以延伸，可能要再过去看一下有没有牛之类的了。然后还有马啊，马不知道还在不在。总之呢，之后就先找点动物，然后我们去准备我们的附魔装备还有钻石装吧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愿鬼鬼岛永远存在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